刚刚说自由万岁。太困难了，来大家是当地的那个啥，四个孩子现在爸爸都被抓进去了，然后我们在当地当时求助了一个我们一个中国人的一个服装店的老板，他好心的给我们借了200块钱，然后给孩子们买了些饭和喝的，我们还现在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孩子们都没有鞋穿，都是刚买的拖鞋，当时鞋在船上都丢掉了，我们没有任何的行李，行李都被没收了。